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这里。那这一间呢，我们之前有拍过，拍那种金葫芦啊什么的。金箔。哎，金箔葫芦，那个是求财的财运，但是那一台那个东西不见了，你看，变成后背包台。好可爱的啊。还不错啦，上次打这台台线不是不错吗？不错啊。这个甩服北拜，二收。对，没开，他没开爪具。收起来。等捏宝就好了。哎呦，呜、哦！这场面踢的有点久。优秀。可是应该还能打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台性可以啦。这台性反而是好玩的，因为你怎么捏怎么浮啊。你看捏一个毛边。哎呦，优秀。哎、欸，抓小熊的他的手，再跟我招手。抓他的头吧。哦，后面要补位。现在如果补的话都秒杀了，这样子。哎呦，哇，他那个齿作怪，差点跟我哈喽。哈喽，不是就已经跟你哈喽了吗？哎呀，我夹到他的头哎、欸，头好像夹不太起来。你看，头会不会断、啊？那、我不知道，就夹出了一颗头，我包包还在里面。他暂停有点久。但是就是要一个毛，跟它拼一个毛脱钩就好了，这样子一个毛，翻出来，啊，太多，连一点点都不行，就是要一个毛，毛，再一个毛，毛，毛，有了呗，背着打开。不要不要，里面放钱，放钱，然后这样子拿钱这样子打，拿钱这样子打，看那个智障的，就不用拿那个史迪奇的，要多少钱都有。这样你背的不嫌重吗？哎、欸，他这个就变这个没办法捏毛边哎，这个比较轻吧？那我就直接把它包下去，哎、欸，过过，哎、欸，这个是用体的而已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可爱，它是米奇的吧？嗯，它有一个那个 mark， 来出了谢谢。哎呦，啊翻了，这一个会比较难，这个太四四方方了。嗯，哎、欸、也不一定，因为它好轻哦，不一定我这一个角度捏个毛边也会浮过来，捏个毛边，哎、欸，垮了哦，垮了哦，垮了哦。他们来了，来哦，他们来，来，来一个毛，哎呦，他这个毛好像有点太高了，毛，不二手，不二手，吃到底，吃到底，坏掉，他吸毛边比较没办法。哎呦，又来！这一个会有难度。谁叫你要打这个？全包。哎哎。哎呀，要滚回去啦！那还是算了吧，你就算了吧。这个会很好打。哎。差点勾出来哎。哎呀，那这个也来。真可惜。皮的包包挡到了。哎、欸，有的吃到了，一二勾一下，捏一下，出来，倒一下，装一下，倒，哎、欸，来了，来了，勾你这个袋子，勾，哎、欸，勾不到，勾你的这个袋子，我勾你，哎呦，勾你的这个袋子，我勾你，哎呦。哎呦，过呢！哎、欸，这么高怎么过的？他的该不会掉下来了吧？他的线掉下来，阿凡就卡通天台。我叫个叫，线出海了啦！对啊，他的线这样子垂在那，就卡通天台。真的，在那边给搞打那个、啊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好看啊，那个太轻了。嗯，没有，因为它不是太轻，它轻度应该都一样。太四四方方，它的都光滑面。
像这个你看都可以这样子吸着吸着，吸一下就过来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停的有点久。哦。把它打过去。你说这个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这个、啊。不要，这个要挡在这里。为什么？被、欸、卡住。哎呦，哎、欸，那个有重量，它里面有装东西耶。是、哦。对啊。装纸吧。还是这是台主的包包？怎么靠的？他忘记带回去。有钱吗？有，有钱。哎、欸，来了。挡好挡稳。哎呦，太饱了。熊呢？叫他出来。哎呦。哎呦，差点出来哎！真的，你就乖乖的出来吧。哎，还是说，其实我们全包它就卡过来了？真的吗？因为我们刚刚不都会微卡微卡的吗？那就给它试一试。没呢。嗯，没有包到底不算。这样子包到底，你看卡了卡了卡了。哎呦，有没有？差一点点。它都卡着卡着。是这里太高了。对啊。哎呦，出啊！哎，真的呢，我全包都感觉很机会很大呢。那算了，我捏宝，捏你的毛出来。来呀！捏你的毛出来。来呀！啊！嘿嘿！第三只熊熊，金光光。我们打了三个包包，我们再去打一下其他的。哦。这个宝夹也是990。哎，是慢的，是慢的。哎，不会能打，但是我试着拉东西过来一下。可以过去。哎呦，可以滑吗？没有，直接逆，直接逆，直接逆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过。哦。左右盾捏个捏底，这样子拖过，谢谢。哎，这是很轻哦。安尼，过八个包起来，哎哎哎哎哎，打出来，抽起来，抽的，要甩吗？这样啊，这样啊，屁啦，哈哈哈，那也可以坏啊，卡哪回？这卡这么久？好了，来来来，这个有了吧？这样子过卡它宕机，再次后面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甩45度，宕机出货法，甩过来卡它掉下来。我感受到它会这样出，你看哦，甩过来卡它，哎、欸，打、啊、有了，总该出货了吧？真的，这倾向外面算，大家看一下，比较多了呢。来。是有重量的呢，它下面这个是有重量的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，蛮有质感的。嗯，好，再去寻其他的。好，这台似乎可以哦、喔，来来来，舞起来。这个啥、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玩具吧？好像是，算了，我直接这样子滑下去，二收起来，出货。滑下去，二收起来，出货。嘿嘿，卡洞，换打其他的吧。那我们再打一下下一台，这一台感觉还不错，因为它有一些毛巾啊，一些小东西。因为我是想要补这一个位啊。哇哦！哇，这一台有2尺。嘿。哎哎，哎，这啥回？哎哎，我丢，丢到别的地方去，还不如打毛巾。哎，这台爪力有钱。嗯，这台要打毛巾。但是我要把这个小巨炮先挖起来。不会。嗯。小巨炮下来的话，就可以出了。旁边有一个小熊，我一直看着。
看必看。来了，毛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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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哇，优秀！这台捏毛，你这台要捏毛，那勾一下。不然就捏到它旁边一个小小袋子，不要捏到本体，这样子。这样子。这台，这台很好打。你看这一台才是真的毛巾该有的爪力啊！你看随便推随便动，这个鹅黄色很好看。对啊，还不错，那加一个好不好？我考虑考虑。你看，它就贴捏膜就过来了，然后你再给它吃多一点点，你看就这样子。哎，倒。那我就勾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拉拉拉拉。这个再给它，再给你补位。你看，这个才是毛巾，这个角度还行，翘这个点还行。再给它多一点，多一点点。哎哎哎！哎呦哎呦，卡在那，厉害！先来一个鹅黄，它是淡黄色，它是金黄色。是不是要先出啊？好。可以打吗？捏膜啊！啊，那两个齿刚好 hold 住它。下压。没办法，它那个齿完全堵抵住，你要把它扶过来才有办法出。一定要扶过来。一定要扶过来。你看这台好打。来了。但这一台是真的。你看这台怎么甩打？哟哟，太佛啦！毛巾无限，无限的毛巾，超多毛巾，太轻了，我放弃吧。巨炮嘞？巨炮可以。还有这边啊，这边我们都没碰到哎。先搞巨炮。哦，巨炮。巨炮会直接出哦。会直接出哦。但它旁边只有一两公分，你要刚好插进去那个点。插。但它甩幅是够的啊，是够，够插得到。来了，来，来了，有了有了，这有了，来了，有了有了，这有了。OK。哇，你没有人家拿钱没有空空的声音啊？哦，没有出过声。对啊。那这个你要不要出啊？太轻了。对啊。那这个你要不要出啊？太轻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那我们这次来这间夹还不错啊，这个背包，这台背包真的是好玩了，而且毛巾台也很好玩啊，真的是不错，因为它那个捏膜捏脚都会超爽，出货感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抽这个，直接送给一个人哦。那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见，拜拜。